请坐。大家午安。有休困无？我看卖吼，小等有人讲，才开到尾啊吼，听你课可能袂困一款。这有影，我考思考结果吼，恁今仔可能会困。看到恁困，我嘛来接困，吼，大人做伙困，安尼会使袂？头一次也阁会笑的人，可能袂困啦吼。我是上帝思考，但卖徛伫遮，我的负担就足来啊。因为徛伫遮，我感觉讲这条路，长期来拢伫怀疑，长期来拢伫啊梦想，毋知这条路是毋是正港的路？咱拢是台湾人，咱为台湾打拼几啊十冬，来到即马拢共款。即回遮的少年嘛是非常多，少年人有的人讲：吼，我今日来到遮拢是阮爸母好逼的，无法度啦，安尼。像阮查某囝，安那逼也无好，拢是即种的。但是我会考验少年的，你来到遮。有一天，有足侪时间，你爱向你的爸母讲，爸妈非常感谢，就是恁的出口逼，逼到我今日来上课，到尾啊年底，明年，咱辞职了，你就是咱未来的大官，你就是来领导我们台湾。我本人的名叫啥物？萨凯。有人讲沙凯会晓念未？会晓念举手。少年，我们的美女会不会念？会哈。我时常讲啊，我的名足好念的，一届、两届、三届、三届哈。所以你能够遮是方便个无要紧，有准也无要紧，你去倒转去，找网络好好看，看了你感觉讲未歹，你过一摆。搁看，搁努力，搁拍拼，第三摆，我甲你讲，绝对成功。这就是我的名，叫沙凯。经过了三摆，我会认同讲啊，好佳哉，必须得有一天甲我讲。你若是要了解台湾的问题，你绝对爱放下你的啥，叫做感情，袂当用感情来看台湾。咱感情用看台湾的是，有的人讲好、我有一处去高山族。宜兰台东乡上路遐，我有一少年有甲伊讲过，你看过阮的身份，你看过我们的台湾身份证吗？伊讲无。吼，这少年是安那，马上就很激动的回答我：你们怎么搞的？难道中华民国没有教育你们吗？吼，迄看伊目睭开迄类种气愤慨，你敢知？我的笑笑，好，我请问。你妈妈现在老了，走路都要关呀，有没有福利？我请问你，你爱你妈妈吗？她有没有得走福利？那我请问隔壁那个老老啊，她不需要去做其他的事情，她每个月就万几块，这样公平吗？少年的，这样公平吗？她想想说，可是可是伊就讲，可是十几冬来变成咱吃流亡政府的呢？咱经过伊的教育，接受他们的教育，我们应该如此的。我说哈，冷静冷静，我知道你在国民党的情感的包袱之下，表示你就是热爱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我说你是不是高沙族？我不是高沙族，我是原住民啦，阿念。那原住民是什么？你知道吗？然后你原住民成立之后，马上就有什么新住民，对不对？他是计划性的毁灭你，你知不知道？五年、十年以后，新住民说：“我也是原住民啊。”那你呢？自然消失，你就割清起来。所以
所以我今天告诉你们，少年呢，今天你敢到家绝对是对的，因为你得着的唯有的路，只有是法理的路。今天我们看到这里，法理才是台湾唯一的道路。我们努力，我们在这里挣扎，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看见政治的导向，选去台湾是不是很多，选去了是北的条卡，对不对？了是怎样又计划，他用许多许多的这一个选举导向，造成贫穷的政治，造成乱象的政治，造成社会的问题，造成什么呢？发展上产生了许多的问题，是不是这样？本来红阿婆感情不错啊，尹先生是听这立委是国民党的，尹太太是啊深绿的，两个暗时啊就开始打，吃饭就开始打，打到无要煮饭啊，啊打到好好，明仔开始你家己煮，本来三时拢是太太洗，好明仔开始你家己洗，这些家庭的困扰，造成了许多社会的问题，啊这查某囝岁岁要嫁给对面的，啊伊妈妈讲伊是。劣的是哪的，马上说他是劣的是哪的，而他们早上就拍戏，不知道要怎么说啊，那是哪的嘛，啊不行不行不行，那哪绝对不行，你我爱也不行，你看祖宗少年人可以做一个人，成立一个家庭，这是怎样政治的乱象所造成的，很多问题政治他这个恶斗都是利用族群，看到原住民我把你当人看啊！我还教育你，那个逻辑，那种的心的深处，有影不是人讲的呢？那是讲是人，伊要有这种逻辑，搞有这种智慧，怎么去应变，怎么去说？台湾人如同像玻璃缸的鱼一样，一点滴啊，看天跟那隐隐呀，他看不到世界，看不到那种那么融合融洽的世界。他是看到那个井口里面的那一些事物，所以他看不见他心里的，他的思维，他的思想，他的精神是贫穷的。这种精神贫穷的人，他生活怎么会有一个很舒畅呢？不可能嘛，物质排斥，楼上楼下站在那里，在坐电梯看到隔壁的马上怎样，眼睛怎样安尼看，银，以前讲，改成查拉同款吼，住二十几栋安尼，从来唔捌招呼过，这个叫做他已经是无望的环境，在无望环境中是产生了一个排斥、惶恐、没有信心，造成这种的，所以精神非常的贫穷，无帮嘛，但即马少年人敢娶某，敢不敢？啊，唔敢，为什么？你们年轻人想不想结婚？大声讲啊，想不想？原住民说当然想呢，对不对？后面还有是口述啊，口述什么？用口述22K 怎么养孩子？对不对？22K 怎么养孩子？啊，工作已经不稳定了。孩子生下来就要负债多少？负债多少你们知道吗？120万，你敢生吗？台湾民政府给予高沙族何等的优惠，你知道吗？你很幸福呢。你结婚了没有？你站起来给他们看一下。哎呀，没有关系的啦，百万组啊，你个目睭啊，缘投吼，水水哦。我跟你讲哦，你很庆幸是身为高沙族哦。哦，你生一个孩子马上结婚，生一个孩子，哦，民政府会补助多少？你怎么知道？几百万呢？我跟你讲，你要像我们的连干事一样生六个，好不好？六个就600万了呢，哈，马上挣钱，接了以后马上结婚，好不好？叫秘书长去主持你的那个主持你的婚礼，可不可以？我们同心，这一起同心都可以去。你就让他们穿那个高纱的衣服，准备一下好不好？
每一人一套十万块，六百万算什么？对不对？六百万，那每一个人一套原住民的衣服，那个高沙衣服，这样可不可以？今天马上订，好不好？嗯，好，请坐，我们给他鼓励一下。你看看，台湾民政府给予台湾，尤其青年人，满十八岁怎么样？哎呦，你很厉害呢！你上过课吗？啊，听还是上网路看的？你们不要担心有没有房子，无什么，无可刮牛，满街跑，对不对？啊，跨大楼啊，那房啊房啊房拢无房啦，对不对？但是台湾民政府下来的时候，每一个满十八岁的都有一栋房子，高不高兴？多么好，你看看，还有一栋房子，但是装潢你们付哦，房子有了。我们不就不是乌龟瓜那个瓜牛一样哈，就是这样子在满街跑。我们都拥有房子，对不对？快点结婚，生了孩子，不要去怕孩子生下来学费缴不出。现在在这里的还有学贷的举手，学校那个学杂会的贷款有没有？我告诉你，台湾民政府怎么说啊？当接掌政这那个的接掌的时候。把91万人，有申请啊，那个贷款的，一笔怎么样？勾销。哪有这样的政府？唯有这样的政府才是真正的体恤人民的政府。所以年轻人，妈妈逼你来，爸爸逼你来，我告诉你，你会偷笑，好家仔，我老爸给我踢一摆。我跟你讲，虽然当时是足痛、足无助的，那没过去的事，那东西我的天下。吼、哦，你会大声讲啊！甚至家恁家己的囝讲，好家在恁阿公、恁阿母给我踢一摆，无今仔日你就无望啊，对不对？少年人会偷笑未？要不要？不要到澳洲了，马上回来，有官可以做。啊，政治局等你，数据等你，年轻人要有相当的抱负。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人才。今天若是你没有看准这一点，你非常的可怜。因为父母亲看准了以后，他一做叮咛的工作，叮咛您造成你一个困扰，叮咛您可能是说啊，您这老人都是这样的，只干嘛啰啰嗦嗦。但是你冷静思考看看，听你的人较会啰嗦啦，不爱你的人才不理你啦，我把你当人看啦，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样子？好，马区长到台东去的时候，那个年轻人说：“哎呀，马区长，马前没有说马区长，说马总统，很久你当选了以后，我就不容易看到你。”他这么回答：“我不是来给你看的吗？”还比的我不是来给你看了吗？是什么逻辑？对不对？这个政治所造成的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今天台湾台湾人很多不明白真正的处境，应该去面对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功课。今天我们知道台湾真正的问题处在什么问题的状况下，我们应该去面对它，去了解这个状况。政治的腐败，它利用公权力，利用职务之便，啊，行什么？特定的找一些特定的团体和个人和经济，哦，选举也是哦。来来来，你招50个，哈、哦，啊，60个啦，我2台游览车，哦，今嘛吼，你去荷兰比亚佚佗3天啦，好唔好？来，迄钱我出，有无？有参加的举手，免无要紧啊，无人看啦。啊，我今嘛那个啥，摄影机关掉了。啊，有参加举手，哦，有嘛，对不对？所以这嘛不是更小的代志，这就是咱的社会的这个乱象所造成的啊。然后呢，利用宗教的这个利益啦，然后腐败到利用某种情形啊行贿，已经算起啊。国民党早期我们高沙族第一任立委，你知不？那当阵吼，阮朋友是伊的特助。
车顶啊，有偌济钱？你敢知？4000万呢？20几年前的4000万偌多啊？你敢知？哦，4000万安尼，搭这个啊，这舟山落海，去部落遐，来来来，哦，无我就准备联络啊嘛。你那边吼、哦，差不多10桌人哈、哦，你搞少少的，无紧，我来负责。安尼啦，佮利用社团，你小小团你办一个活动，无紧，补贴15万。拢做安尼啊，钱为得来，对不对？这东西安尼做，造成许多的方式啊，也那犯罪集团也好，也加入了洗钱、贩毒都做啊。然后腐败的，甚至行地公啊，开卡拉 OK 去唱卡拉 OK 啊，旅游团拢搞，都是在搞这个名堂，也完全是一个公款嘛。所以贪污、政治人物今天。咱今仔日台湾民政府贪污要安怎？对不对？你干嘛？不要搞这个东西，因为贪污造成社会的乱象，造成许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好，咱今嘛你贪污了，咱的社会有影起乱象啊。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了政府这一个政治人物。都在做一个不正当的手法，将公款、公共资金和公共财产，以法律没有定、没有规定形成，自己归于自己的。马英九领47万，存款48万，对不对？我从哪里来的？我有捐款呢、啊。你说没有？我有捐款呢、啊，是不是这样的？很多的状况之下，我们看见窃取、侵占。诈欺都有威胁，取得了民意代表，然后在政府官看到民意代表就比比错，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终有他必须拨款给这个代表，因为以后他这个申请一些款项，他经过这些点头就 OK 了。这些乱象都在我们台湾整个环境，所以法理这一条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只有法理，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没有情感，只有法理才是真正的台湾唯一的路，我们必须认清楚唯一的路，法理台湾，然后呢日俗什么，那外面有听个日俗什么站啊？没有，美俗什么站，这干是美俗美站，这个逻辑行得通吗？我们是什么？日俗美战，你看看这个旗，这是什么旗？这是什么旗？台湾民政府的旗。那红圈圈是什么？日本。你要弄清楚哦，日本，现在的日本吗？不是啊，不是现在的日本，是大帝国。霓虹日本大帝国主义天皇大帝国的天皇，所以台湾仍然是属于天皇的。那这个台湾中间这个星星是什么？我们问像年轻人，这个中间是什么？知不知道？啊，我知道了，星星啦，原住民问，哦，我知道是什么，星星啊，星星，对不对？对啊，是星星啊，它是美国什么？这边有一个是什么？这个是美国军事占领旗，美国军事占领旗。我们能站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已经2年多了，我们就是因为有这个，所以警察不敢进来，所以很多不敢进来。早期我们这一批人一个晚上就被怎么样？被砍头了，对不对？你回不了家了，一出去就一个都不见了。那我们秘书长到现在还在呀。有人说秘书长逃了，那秘书长今天有没有看到？他是分身的啦，他把他分身的，是不是？我们很多的状况，一些无为不为，太解。但是今天我们要坚持，台湾民政府有一个主张，什么主张？第一个是什么？我们大声念来。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合约条约，
好，女士们，好，我们的女同事 B 来，我们站起来，女同事站起来，好不好？大声的喊，好不好？来，女同事，来，同心的，女同心来，站起来，你们不是女的吗？哈哈，女同心，好，来，我们大声的念第二 B 的，好，来。是流亡中华民国、哦、坐下，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念的有没有精神？没有，有人说没有，没有的举手。那我们男同心应该要更怎么样？更大声，好不好？来，站起来，男同心站起来，西的部分大声的念，我们要把这个主张全部背起来，好不好？来，大声的念，来，对，啊，声音好不好？啊，掌声鼓励。啊，我们的那个长辈没有起来，你是女童星吗？哦，开玩笑，来，请坐。啊，很棒，这个三项一定要背。这个是谁的主张？台湾民政府，记得不是台湾政府啊。台湾民政府一定要弄清楚，它是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然后呢战争法、旧金山合约，这四项凸显了台湾真正的完全的这一个主权地位，没有这个我们就没有希望，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弄清楚。这六十年来无关啊，我们无关我们台湾人的事，但是呢我们常常模糊，我们常常对号入座，不是我们的事，人很怕一个，哦，对的，是的，都一百、哦、所以被欺啊、被欺、被压榨、被骗已经很久了，所以呢在社会出现了什么，来，这个怎么念，有人知道吗？我们这边有副市吗？是的，高尔摩，我们的副市副市长，来，什么意思分享一下，这个是什么症状？是精神面的症状，是不是？啊，我欺负你，我侮辱你，你还觉得来崇，你还会崇拜我，就觉得不错，你知道吗？羞愧无安呐，无问题。南台湾弄安内，你敢在？你在吗？你知道吗？台湾都是这样的，因为新闻报道说哈，爷爷性侵了这个孙女，然而孙女呢，却请求大人呢。怎么样让他怎么样代替爷爷受刑，这个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症候群在，我们被欺辱了，被那个了，他还要求情，没啦，他没这样啦，台湾人性子，台湾的个性就可怜了你，我们造成常常受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很多台湾已经是什么失脑失智的作为了啊，没有办法，对自己没有知觉，啊，没有知觉，所以这种受，你看哈、哦，受虐者，啊，施虐者产生的崇拜，他骂我，他侮辱我，还崇拜他，我们台湾人都是这样子，我们的状况非常的凄惨，啊，被流亡政府不就告，不警戒，阿里讲国民党很好的咯，原住民，高沙族，啊，选票都嘛是安尼。对不对？为什么？我感觉讲想不过，想不到是安怎？对不对？啊，我们认同他们去认同，虽然是施虐了他、欺负他、侮辱他，还是认同。所以呢，我想大多数正常人都没有办法理解这样的事情，还会觉得他们不是疯了吗？可能气笑。所以，而这些现象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例子，而经过学者研究的结果之后，认为这一种是很普遍的现象。我们台湾人都是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被欺负了、被压榨了、被骗了，他还在那边不没有感觉。我们更希望台湾人呢、啊、能够清楚，若不清楚啊，这就是我们的悲哀呀、啊。那是我们的悲哀、啊、非常可怜非常痛苦的，所以我们这样了解了，我们来看看美国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一个中国的原则，它政策或者主张国际间有截然不同的一个解释、
有不截然不同的一个解释。因为我们刚才讲法理一定要弄清楚，有很多的事件，这里有三种的看法，一种是中国的看法，第二种是美国的看法，第三个是民政府的看法。那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的看法。中国的看法什么？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这是中国的看法。那我们再来看美国的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这是不是事实？这是事实，对不对？所以两岸的中国让美国人得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好，让美国人嘛是这样，这个有一点模糊哦。好，我们看看台湾的看那个让中国的一部分，因为流亡政府，中国政府，流亡政府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哪里？在台北。那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民进党看法是一样的，怎么样？代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是中华民国，这是模糊不清楚。他们一直认为代表中国就是中华民国，那中国是那是流亡政府，中国知道你他是流亡政府，好。所以我们讲台湾政府的看法，这边说得很清楚，不论人民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或是中华民国，都是什么？都是什么？中国人啊。国际间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呢，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什么？所以两者有没有关联？是绝对没有关联。我们必须要肯定，它绝对没有关联。一定要厘清这样的问题。你如果不厘清这样的问题，你就会模糊对台湾这个主权的定位。所以国际法中，国家要形成国家构成的要件，一个国家台湾根本怎么？我们这里说到，一个国家若没有人民、领土、政府与外交，这是不是国家？是不是？不是国家。所以台湾根本不是国家。为什么？缺乏人法定的人民，缺乏台湾有领土吗？然后政府与外交只是美国持续占领的土地，所以呢，一个国家构成它必须具备有这一个。所以中华民国也是被中国共产党战败之后流亡在哪里？对呀，它是流亡在台北，而且流亡在台北还要征兵，还要向我们纳税，征收税，那这个是已经是违反了战争法。已经违法，所以现在目前我们看见，只有金门跟马祖尚待决定的一个国家，尚待决定的国家，两者都不是国际法中具有与其他国家一样平等国际的人格，当然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啊，当然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中华民国宪法这边流亡建户也宪法这里我们看到原本台湾这个台湾就是没有关联，那实际上国际之间一个中国它内涵只是包括一件事，什么事情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无其他外含义，没有其他的意义在，它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这个地方这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第二，后面的这另外一句说，两岸的中国人这两岸的中国人认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句话根本与台湾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呢，台湾的学者，这台湾人学者有人知道吗？陈龙志先生，有人知道的举手。就是他掉入了这样的陷阱而不知道不自知，然后把这句话解释成为台湾人认为什么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基于这种的误解要求国际放弃一个中国，这是本土台湾人完全的错误，完全的错误。
我们从这个开始我们就错了，我们误解了所造成的错误的观点。新三十八年流亡了65年，这个是什么？流亡政府，对不对？我们沉默的台湾造就了世上最富有的什么难民群。哪一个是难民？中华民国这些流亡政府所有的人都是难民，他的党产啊满天下。你看最恶劣的骗术政治取得了台湾所有的财产，是不是我们台湾造成的？是不是我们让他是让他这样的？但是今晚你敢不知今晚平潭岛有人听到吗？平潭岛那建不建设是不是很漂亮？你上去打一个平潭岛，你看看在2年前完全没有水没有那个的，那现在呢建设非常的棒。用谁的钱？用谁的钱？用你们的钱。什么叫中华民国的钱？台湾人民的钱。用你们的钱去建造他们未来要去的地方，你知道吗？我们都还不知道吗？我们受骗还不知道啊？还有很多的台杆在那里呼应啊，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啊，在中华民国啊，给中华民国一个空间，我是台湾人我也是中国人，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那个高沙组有个副主席说啊，被整天去有人说吴兴啊，关一下冷媒。吴兴说你敢是台湾人？他就说我是台湾人啊，我哪不是台湾人，我不相信。你若是在你有在调跟我说你是台湾人冷媒完全免费，关联会完全免钱免钱免钱。好，他马上就让他妈妈听到了，对了，我是台湾人啦，这样啦，我是台湾人啊，你说台湾人就免钱吗？对，你若是嫁港可以证明你是台湾人，我这边跟三台都免钱。哇，他痛到要死呢，他就来说好，来你拿证明给我看，有吗？你有证明吗？必须丢掉，可以写，不是有在说吗？你有什么证明？你有吗？你是台湾人吗？我不像呢，你拿证明给我看好吗？有吗？上面写什么？写中华民国，对不对？你能证明吗？我们没有办法啊。所以那个吴兴说你拿出来我看，嫁港的头他就拿，他说你读那写什么中华民国，没啦，那是中华民国，不是台湾啦，还有其他证明没？他就拿新台币，新台币是什么？也是中华民国啊，没没没没没没这不能不能这要收钱，这要收钱。你知道吗？本土台湾人是怎样，他就翻他的那个身份证啊，等下看这架杠是本土台湾人的哦，因为他们就下来就说妈，我们不是啦，我们不是台湾人，我跟他说我们都是有侮辱过都不知道啦，是不是？所以还有信就说我现在他就他这样很巧呢，碰到那个这次台湾政府被控告嘛，那个法官啊，我那个调查站的那个检察官，伊嘛是去修理联系哦，伊联系就是有时间就甲伊讲，你捌听过台湾民政府无？检察官就只奇怪，雄雄你搞安尼讲，因为我手中都是有一案件，就是台湾政府的案件，你敢知迄个案件？即马另外一个台湾政府哦，讲参议员一个爱偌济钱？哦，你哪知？你够巧，爱交30万对不对？因翁得到这消息的时候，哦，我要做官呢，轻轻的将30万了交给啥？台湾政府。到尾，因太太发现了不对了。30万本来我要准备要做虾米呢？结果一叫，给了台湾政府，到尾因两个翁仔无收量，收量的是因这翁讲奇怪啊！我要做官，这是为非常难得的机会，我摕30万袂使呢。收量了就剥落去啊，
求伤，因太太开始告警察来报警察，报警察了送后生法院，到即马就是检察官接这案件。啊，我奇怪，你那雄雄甲我讲台湾民政府，你又讲我即马手中就是有一个案件，哦，安尼，较知影伊这边的代志，拢开始在起事了。所以这种物件哈，我能了解。唯有法理才是证实的，其他的啊，被捕拢是诈骗集团所有。以前早期讲咱是诈骗集团，你有摕钱交钱给伊的秘书长无？有无？可能有违款啦，看伊的面就知啦。啊，无可能对不对？有啦，一千块有无？有啊，身份证啊，啊对不对？所以咱就是讲成功，你干去诈骗集团。啊，秘书长有一天讲啊，我知啊。为什么人讲诈骗集团？本来我这头毛是白的，我逆一个黑的，变成讲我是诈骗集团。本来看看是白白，又为什么今仔变黑啊？我这个诈骗集团就啊，我知啊，可能是我逆头毛的关系安尼的。啊，那是笑话了哈。所以我们看见台湾人要怎么样？这个就是我们许多的时候，咱足些时间哈，咱足些时间都是在给他有一个空间。啊，台湾人真的是悲哀呀。法理真的是叫我们重新得力，唯有法理才是真正的让我们看清方向。我们必须更弄清楚。我们常常如此，这称为什么？我是台湾人，我台语吼袂练得，但是要画这我是台湾人足准的，足大声的。我跟你讲，我是台湾人，也可以感动的。你敢是台湾人？咱做伙好唔好？大声讲，我是台湾人，好唔好？好，来三拜哦！哦，我叫三拜嘛，一定要三拜哈、哦！预备，起来！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但是足可惜，我看到恁呀！但是足侪世哦，整个世界哈、哦，全球无看到，咱起来面向遐好唔好？遐有这个闭路电视，咱拢引导来起来，向那边遐。大声讲，三声吼，预备，手举悬哦，预备，起。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安尼有够无？过来一摆好唔好？来，预备，起来。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好，嘉姐，来给自己爱的鼓励一下，来。你看，我是台湾人。我走路变安怎有风呢？我本来是脚麻手麻，我即马走路，都有风啊！我脚麻手麻是真的呢，不是假的呢。啊，我为了迄个带日本迄个参议院来到遮，我有一天传去宜兰一台游览车，啊，再到宜兰介绍一家早期日本的建设，可能我以前你风都看不起啦。每天虽然都按我安尼解讲啊，讲到有一天，到迄个车到游览车到宜兰、玉兰遐，玉兰有人去未？玉兰大同乡玉兰、玉兰，伊遐雄雄个 Q 不得去，你敢知？我伫车顶是安尼讲，雄雄 Q 不得去是我人安怎？无啦，我摔到迄个驾驶台那边安尼，我后壁第二间空嘞。啊！我这边搁接嘞，安尼为虾米开始我袂行路啊？啊，都也是拢无法度。医生讲这四间吼，拢爱换骨头。安尼我就休困4个月。有影只讲是脚麻手麻，但是我了解台湾这个代志，台湾民政府这代志，我那是无努力，以后我会惊哦。惊阮未来，我会讲，阮孙阿公阿公拢嘛是你，拢嘛就是你。本来我有机会当得到，今仔让我做外劳。你是做阿公的，你是做爸爸的，看到你孙阿安尼讲的是你的感受是安怎？一道目屎呢？所以我讲，我脚麻手麻，背麻背落来，背麻徛麻徛徛来到这，我才讲脚麻，这麻，我手麻。马讲，我安尼日落时，内底安尼刷刷，但是为着这条路，为着咱的子孙，我有影忍对，但些时间要到，
九月份、十月份，你就知影。所以少年人，我讲恁有福气，你嫁更有福气。这机会你行这条路，你会家己暗时啊做梦大笑，讲啊好家在我一摆啊。我甲讲九月份开始，恁就足无用。我时常去高雄讲嘛吼，恁九月份开始，你就足无用啊。十月份你试看卖。哦，这个东西不是讲阮两当前你知无？我痛苦呢，顶边啊，迄是啥物？迄块大冷气，对不对？顶关啥呐？顶关这是啥？以前敢有？无呢？有桌啊无？无呢？有电风无？无呢？冬天哦，你敢知？第一季来到家，暗时困是安怎？寒甲要死呢，无棉被，你敢知？恁即摆还阁有棉被？因遐三四个安尼结做伙，安尼皮皮喘呢。但是因是为虾米无得无走？伊内底有一个心讲，为了台湾，敢若独独一条路尔。啊，寒我嘛要来做，流汗流到安尼臭棉毛，伊嘛是来读册。你会感动无？你今仔坐伫遮有冷气有电风，你靠我讲哦。我睡眠不好了，我要退了。有一次顶礼拜，阮高雄的啦，啊，迄拢少年的来到遮，报到真叫了，叫了安怎呢？伊马上去迄个房间看看，房间不是五星级的。我讲哦，无爱，咱回去啊。因落来啊，对不起，我要退。啊，讲我要退，我就甲伊讲，你真的要退吗？啊，伊就讲啊，无啦。大车安尼，阁叫一条大车安尼，哪会得的啦？安尼啦，无差不多两点钟，啊，讲好啊，啊，照你的感觉，你的意思行。刚才有一个副酒店，甲伊讲，改作息的，讲外口落雨叫无车，就踮外口压雨，半点钟叫无车，结果就唔知安怎过一摆啊。但是顶礼拜我看到这少年，目睭光光，面笑笑。迄当阵也是讲架杠处理，永远甲咱台湾民政府一切架，离离离，伊就无忙啊。好佳哉，落雨，好佳哉，徛伫遐，哦，感觉讲袂使啊，爱倒转来，伊倒转来忍耐，待遐会再死啊。吼、哦，迄暝，从来唔捌了，迄暝安怎你敢知？十二点停电，停电哦，从来唔捌了。因为哦，停电，停到几点？你敢知？六点。吼、哦，因到那就会再死啊！就面都臭臭个，也讲起啊，中央也讲啊。大家讲哦，昨暝拢未困，伊就讲生气，非常生气。迄就是天在熬炼他啦，你知道吗？结果经过过程，伊来高雄的时，感觉讲哦，走路出去的，伊了解啊。这三天过了，安怎有记得无？该先有哦。我甲伊讲，恁来遮是非常好，我的感觉是非常非常有记得。我是台湾人，咱也时常讲我是台湾人啊。但是咱时常安尼啦哈。我是台湾人，但是手里拿的什么？啊，所以我告阮那个告五星的副主席哈、啊，我来讲。头一摆，你要找身份证很简单，你免得讲法律问题，你就讲，请问者，你敢是台湾人？我面是安怎？笑眯眯对不对？我唔是讲，你唔是台湾人哦。这两种的情形结果是无同款，对不对？我笑眯，请问你无像台湾人呢？那时候你的反应怎么样？你会觉得很好奇，局阔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对不对？我在说，他回答说：“我是啊，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啊。”我不相信，无你提给我看，你提证明给我看，伊就提出这种证明来。阿你讲，你上拍谁？你讲你是台湾人，来请问这四字，这字要安怎读？来大声读一下好唔好？来。对啊。无嘛，才有写台湾无？
啊，你有影逆商？我看你变足斯文斯文咧骗人诶，都无嘛。敢有证明头？你搁提还搁有其他证明无？哦，伊就开始要受气啊，对不对？我甲伊讲，我安那看你都无成啦。伊敢会受气？绝对袂受气。我甲伊讲，而且我瓜沙做个迄个微信哦，你利用这個方法，吼、哦，连起连要整连起收连起都嘛讲。你敢是台湾人？你敢是台湾？你是台湾人，我就来做。哎，嚣掰呢？我嚣掰，你敢知？结果生意袂歹呢。大家认同家己是台湾人，到尾啊，身份证来迄落啊，这种方法啊，就袂歹啊，对不对？你看，我讲我是台湾人过来，就是这安怎？新台币，这敢是新台币？台湾的币？唔是嘛？刘邦政府、中央银行，对不对？无台湾嘛，敢有？所以咱哈，和咱时常讲新台币，顶管拢写中华民国。所以有一个人去美国，讲你啊，讲伊就看讲，哎、欸，这人因为迄个九一一了，足严格嘛吼，伊入去伊就看讲，哎、欸、来，你为对来，伊讲，我是台湾，我从台湾来的。啊，美国人就叫翻译官吼来问讲，伊是为台湾，安尼，哦安尼哦，来提证明我看。就提咱安怎 ？passport 顶管下啥？中华民国。哎、欸，你唔是台湾人啊？这是哈、哦、中华民国呢？阿、啊、公是啦，我是台湾人。无呢，你的新台币伊就搁得提新台币，叫翻译官搁念一摆。哎、欸，中华民国唔是台湾嘛？来，去房间了，延期遣返。即马这代志愈来愈济，我跟你讲。先接待一路来路接，所以哦，咱爱了解，我们是真正的台湾人，我们必须了解这一方面，这都是中国流亡政府的哈。所以呢，我们常常讲我是台湾人，但是你拿的身份证、你拿护照，这是一个歪理呀、啊，啊，这一门，这不是健康的问题，所以爱认同，爱够了解。你看这边嘛，你敢知你是黑人？有人知影是家己黑人的家手，唔知对不对？有没有带身份证？你看身份证后面这个编码，这个编码是你们的记号，从来没有人看过这个编码。咱拢是黑人，你敢知？黑人是啥物？黑人是啥物？奴役。以前美国黑人是奴役，对不对？是不是安尼？所以咱的编码的家。都标示我们是奴役，你在不？才区分你们是奴役啊！你看看你们的身份证后面的，来，我想你给你看嘛。你从来没有发现过，你知道？从来，你就把编码里面上面上角，加有一个密码，这个每一个人都有，但是这个没有人知道。啊、你看有不？不啦，那个叫妹妹他们看那个右脚，那个右上角。谢谢，有没有？有、哦，来你念一下几号？那 OK， 零九，那是零零零，也都是因那边的人。零九、零一七、零一几都是咱这黑奴，啊、哦，都有这个标识。这个密码你们都不知道，你们都有，啊、哦，这个。他们是零零零啊，对不对？零零零啊，所以不一样啊，都有编码在啊。哦，所以哈，我们要了解，他们已经给你标记了，你们都不知道。啊，悲哀的台湾人，可怜的台湾啊，他要让你看清楚啊，他只有清楚知道你是谁就好了，对不对？要看清楚的话，他这个难度要讲的无？他要让你看清楚的话，他这边，你看，他这边就会，这个是清楚的嘛，每一个都看准嘛，那么无所谓。但是这个他不让你清楚，他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就好了，行不行？对啊，所以没有人进，对，在上面上角啊，这个在上角下，嘎嘎家，很小你看不到，在这个地方，啊，哦，对不对？
所以只有他知道你是个黑奴啊，对不对？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吗？他设计你都不知道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流亡政府他把你当成人看吗？他逃掉，他逃掉，哦，非常好。所以自从马关条约了，啊，大清帝国，啊，你看看哈，大清帝国跟大日本帝国，他们签署了什么呢？这一个马关条约，啊，从那时候开始，啊，恁个看暗下去看啦，揣招恁某吼去看，讲故事啦。啊，你问恁某讲啊，哎，太太，你敢是黑人？恁太太会偷笑，你敢知？吼，我面白白，你叫我黑人，啊，你就摕这故事给伊听，啊，恁的感情就好啊，吼，好啊，免阁看。看这，恁个看，嘿哦，好啊，等于讲恁翁啊，是恁太太讲，哎，我甲你讲一个秘密，你黑人呢？你问恁太太看嘛？哎，我今日话讲你黑人呢，讲你是安怎看到鬼哦？哦，看到鬼哦？啊，有人讲啊，以前早期迄个蒋介石死的时吼，有人中乡人讲，哎，这么，哎，请问一下，今天啊不，今日拜鬼啊？哎，讲多问讲拜鬼，思想有问题，哦，关起来关三当，啊？啊不，他全部开头不一样，开头有区分的，啊，我们这个奴役的都是零九是零一级的，他们那些都是000的，啊。有的09、017、019、019的，我不知道，哦，我们没有确实，就是说后面那三项，哦，我们查证结果是说，33，他有他们特殊的密码，这个是要先，而且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民宿长这样宣布，哎，对哦，以前有人知道这个号码吗？一特殊的状况嘛，所以咱不了解，好，咱不了解，所以呢，自从这一件事情，你看看，哦，这个大清帝国。跟大日本帝国在马关条约签署了以后，1895年5月8号签署了以后，对，签署了以后，我们看见啊，这边有一个什么呢？第二条第一款的哈，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啊，这个啊有关地方这个治权，并将该地方所有的堡垒、军具、工厂以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怎么样让与日本？好，哦，那个时候战争的时候，他们打败了，所以到第二条里面，他说到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的岛屿，然后呢，澎湖列岛以及英国格林尼治东经119度及120度，直到北京的北纬22.3度以及24度之间的岛屿都是包含在内，哦，包含在内。所以日清战争的时候，甲午战争那个叫甲午战争的，这些啊，这些规范都说得很清楚。那我们就回头来看，到底真理何在啊？啊，真理何在啊？真是独独，全宇宙只有一个，真的就是真，它永远不变，它是长存的，它是真实的东西。但是我们台湾失去了真，满了理，你知道吗？失去了真，满了理。真是真实永远的存在的，但是理，这个理呢，有经历，经过经验知识的成了我们的什么智慧，可以去判断。但是我们所讲，很多人失去了真，但是满了讲道理的人，你知道吗？歪理很多。那我们今天来看看，虚空的人生没有真，只有理，满口什么歪理，满口什么谎言恶毒。就我讲你以为，准细汉的就我讲你以为呢？我跟你讲哦。吼，讲一套，无真的物件，它里面是虚的，啊，虚假的，所以呢，它是成了一个叫什么虚空的人生。那这样真实的价值人生，我跟你讲哦，传承价值，
会造成富有的人生，传承价值不当，以后不可能使我们的儿孙有幸福。你一定要去思考这个。所以呢，价值人生它有真有理，它是真实的，它是实际的、啊、它是真实它是实际的。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要会精算，今天我们活在这里，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一定要懂得精算。因为唯一的路是什么？这一条是独独在台湾几十年来，我们再怎么拼，我们再怎么努力，只有这一条路。这条路究竟是什么？我们当然有很多事情可以用智慧去想，但是有些时候必须要用生命去感受，生命去感受。我记得了修理车厂啊，他的看碰到了一个啊，这司机啊，来到家说：“哎，哎，请问头诶，头诶，我今嘛吼，我的车派去啊，你给我修理一下，啊，给我修理一下。了，这师傅呢，哎，看看了，安那提钢腿啊，啊，提钢腿啊了，安那，敲了，搁开咧，伊讲好，他说开咧，嗯，安尼发动啊。”然后那个司机说什么呢？哎，安尼话就是，伊讲这收差不多十块美金呐、啊，10块美金，10块半美金呐、啊。啊，车主就说：“哎呀，遐尼贵哦，无啦，你搞安尼剁一个就迄个收遐尼侪钱。”你这种我敲一下，说那么多钱，一定要喊价。那车匠就说：“那好吧，我就收10块钱。”那这边敲一下值半块，但是在这里问题就在这里了。直到敲哪里值10块钱，我这修车来到家，你安怎发动都无法动。但是来到我这有经验的人，我就知影踏得到。我提钢腿啊，割一个，提10块是合理的嘛？对不对？是不是合理？所以呢，知识的啊，我们讲说知识的知难行也就行矣，就是说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立志有时候我们常讲立志有我有我，但行出来呢由不得你我。我懂，我知道我会怎么样，但行呢行不出来。我们常常是落在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但我觉得还行啊，他在那个公民课上，他听到老师说：“哎呀，你们要孝顺父母，你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孝顺父母啊，这样要不然的话，你这小孩子不行啊。”啊，讲故事讲到非常的感动。而不仅仅感动，他考试也非常的非常的棒，所以因此呢，他就立志，听到老师也告诉了，伊就讲啊，我回来，我一定爱对阮妈妈行孝，就是说一个孝顺父母，做一个回家要做一个尽孝的人。但是我刚一直都回来了，回到房就到看到妈妈一进去，他准备要开始行孝的时候，看到妈妈说：“哎，阿勇哎，来来来，那边物件你切包羹呀，来来来，那边啊，啊，你是安那动作遐尼慢啊，遐尼慢。好、哦，本来要行孝，结果和妈妈安尼不安尼讲起来了，马上个俩讲起来呀。好、哦，马上囡仔讲啊，恁这有遐足牢骚呢，足迄落呢，了两个在遮啊推脱，两个在那边顶嘴顶妈妈，顶妈妈之后啊。”他发现，哎呦，又后悔了、哦、我是怎么了？我刚才本来就要行孝，结果呢，我跟妈妈顶嘴，非常的懊恼。有一天，他鼓起勇气，就倒回来跟老师说：“报告老师，我做不出来，我做不出来，好，我没有办法做到。”但是呢，不料老师也很诚实跟他讲：“阿勇啊，不是只有你做不到，我做不到，你敢知道？”你在艺术吗？哇，特别高，这是什么意思呢？前面是用知识、用智慧、经验来看，后边用生命活出来，没有讲的，不要用讲的，不要用理由讲，你就行出来，给妈妈感动，那是生命活出来的意义，完全不一样。我们必须要这样子，而生命活出来。所以生命的层面不是知识的生命层面，生命的层面不可能用知识来行出来，所以这种的我们来理解。好，我们以这样的角度去了解之后，我们对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意义就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刚讲说，宇宙中只有一位真神，他是信实，他是公义的，
但是呢，我就用一个火车头的理由，火车头法理有价值的理念啊，火车头我们在法理的原则上跟有一群有价值理念的一群人，一群人怎么样筹成了一个火车头，这个火车头就是228个人开始控告美国政府之后，形成了一股像火车头一样来领导台湾。但是呢，他火车头里面，你可能是灯，他可能是油管，他可能是一个轮子，但是呢，很多的同心都是煤炭，有你一个煤炭，有我一个煤炭，但是还需要火种，那是法理来点燃，一烧，越烧越烧，它就形成什么爆发，对不对？它形成爆发，一形成爆发，它就会怎么样？叽喳叽喳，就产生动力，它就产生了动力。所以火车头是一群有理想的人组合起来的。那今天呢，这火车头，你看呢，法理这个字，这两个字它是没有感情的。法理是一就说一，对不对？对错分明，没有情感的。法理是冷的，它没有情感。但是爱呢，满了火焰，满了能力。今天我们同样是一个爱民政府的人，我们必须要有这个爱使我们凝在一起，我们的力量，台湾民政府的人才有力量将这一块理念推展到每一个角落。你若是没有这样的凝聚，你没有是这样的动力，我告诉你，法理还就是原地踏步。我们为什么要上课？让你不仅仅知道是法理的问题，但是你要共同用爱民政府的心凝聚起来，越凝越大，越凝越大，产生了爆炸力，就产生了动力。我们民政府不管任何的环境，它能够突破，它能够胜过，它能够越过，这就是 power， 那是爱的凝聚，我们共同的爱，我们不是乱爱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同心都是火炭，我们需要你，我需要你，你需要我，两个加起来火力倍增的时候，你看见它不是梦，它是真实的一个，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看见。你没有这样的看见，台湾民政府真的是会很悲哀的，就会悲哀的。今天来看台湾民政府已经产生了动力，成了火车头，产生了火车头，但是呢，我们需要法理的论述当成轨道。火车头有了，扎起能带动了一些这个爱台湾的这个情操，结果呢，谁来谁去，况且是原地踏步。为什么没有法理成为我们轨迹，带我们走向一个既定的方向？我们失去了我们今天我们要弄清楚，轨道它是有方向的，它是有目的的，它是有方向有目的的。我们需要用爱来连接这轨迹，我们看到它有什么，有方向，它有这个目标因为刚才我们同样有一个爱民政府的心，使我们今天能够怎么样坐在这里，对不对？我不是因为跟他私人有爱的关系我们才能够坐在这里，完全不是，对不对？我们是因为共同有爱民政府的心，我们才能够到这里，看到彼此就认识，成为好的同心，这是我们连结，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自己不仅是如此，我们当要推动台湾民政府的政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体恤，我们必须要扶持。我们的手拉高一点好不好？我们的手拉高，向你旁边的说，有你真好，拍个手，有你真好，哎呀，武力雄厚，好不好？当你拍到您我们同心的时候，我看看你的面怎样，笑眯眯吼，你要足水的地方，你看看有水无？你两个安尼看起来，无啦，就你啊，你笑眯眯，有水无？你徛起来互看，无啦，你徛起来互看，面有水无？这就是安怎呢？
接的是它里面的元素产生的动力，对不对？这个不是用智慧去分析的，没有办法。那生命啊，生命激发了你里面的动力的时候，你就产生面向就出来，非常喜乐，对不对？我是我送你甘在，哎呀，我是台湾人，对不对？咱搁讲一摆，我是台湾人，该白去。你敢是啊，真正台湾人。所以呢，轨迹一直跟人讲，它是一个正确的道路，它是不偏不倚，它是不偏不倚，它能够有耐心，有宽容的心，而且呢，使我们一直朝向我们的中心目标，啊，朝向中心目标，咱起码路行啊，路安怎，路会到啊。火车已经到车站，对不对？要到啊！九月份、十月，你都知影，好歹你都知影。我甲你讲啦，吼、哦，连当做阿公的子孙哦，阿公替你做代志，以后你都知影，看阿公的阿公的手，哦，你讲阿公多谢你，你目屎流出来，迄个我感动，你敢知？迄镜头你那是看你的流目屎，啊、哦！所以台湾民政府成了火车头，哦，这我也不睡了哈，啊，火车头，他呢只有一群爱台湾的人聚集在这里，用他的结合的经验，他的知识产生了智慧，直到别安那讲，别安那讲，所以呢，他用法理的论述，啊，有一个既定的目标，带进了光明。谈到光明，我常常讲。这样我们如果是没电话的时候都变怎样黑暗，对不对？有一个王子说，爸、啊、我猜买了红灯，我去买了油漆、哦、白色的油漆来油，结果油半天了，阿伯啊，阿爸啊，是怎样这白色油漆油也变黑这样啦，说王子没啦，窗子打开啦，光一摆就好了啦，窗子打开光一摆之后怎样黑暗怎样渐渐离开呀，这个是不是很好的启示？对不对？就会开始，好，就会开始。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台湾民政府的光明列车的家，哇，有水不？啊，已经形成了高沙、高雄州、台南州、台中州、新竹州、台北州，一发动，我拄啊好啊，我伫高雄州。啊，有缘来阮高雄好唔好？来一个风地一个吼。啊，虽然伊边遐足烧热，但是无要紧，感情足好，吼、哦，袂歹。阮后壁有美女来，你徛起来者，来徛起来。阮遮就美女，你敢知？我顶礼拜吼，伊是做首饰的。我们这个业绩拼了，他要做爱宴。伊讲，我来做爱宴，我来做，你看。对啊，满满拢是十五种的哈，十五种的菜。吼、哦，大家看看呢，也过来屏东的，饲虾啊，哦，饲只做大桶的。你敢知阮高阳酒哦，迄一间厝三工就用好啊，你敢知？油漆自工，木工自工，水电自工，摊自工，变数员卤自工。大家拢自工，三工就解决。你有去网络看阮高阳酒无？啊，你看卖无同款。必须到高遐拢是超过220个以上，会感动未？无同款，很济人，有高山。来，我们的你好，那边的有几个副主席啊？你啊，一个是台湾族，来站起来一下；一个是阿美族，来，阿美族的很帅哥，站起来一下。你看，各地拢是啊，我非常努力，非常拍拼高沙啊。来台南州的举手，哦，台南州的哦，啊，表现嘛是哦，昨落来讲奇怪，什么人搞个撒开呀？安尼啦，我讲哦，什么人啊？啊，好佳哉，我无做歹代志吼，歹代志唔通跟阮太太讲哦，
啊，啥开啊？我以讲，我认为是广州叫，无啦，我是台南州的啦。啊，当时来阮遐安尼吼，台南州，你话敢，咱大家拢安尼来，大家拢变成朋友，比朋友较好啊，对不对？啊，台中州、新竹州啊，花莲、花东州，对不对？但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赶出什么？流把流亡政府把他踢出来啦，对不对？我们只要这样一个努力，我们目标就是要把这个砍出去。一剑太固啊，哎，剁起啊，剁到咱白白痴啊，你敢知？啊，咱只有的目标就是安尼，所以呢，机会掌握在你我的什么手中啊！啊，大声讲啊，我就是台湾人啊，是不是安尼？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看见，是不是？我们这样的话就脱离了什么政治的利益啊？你刚才政治的利益，什么叫政治的利益？你刚才呀，徛阿头诶，早时啊，吼，咱行啊来，来底，手竿啊砍未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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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什么人？你刚才？迄恁的阿公阿妈，迄台湾人开始做这代志。老人迄个啥，我迄个啥，老欧啊有伫做无？捡竹竿的人是啥物人？那就是政治正义，你敢知？伊去看病院的是免钱，你去看的是爱钱，对不对？这是政治正义呢，是不是安尼？你以为是干嘛？是绑绑在那边就关在牢里吗？不是。高超民主，你5年、10年没有去动你的土地，它就变成怎么样？当然成为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土地。我们要去朝外偷的，变成一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啊，是安怎？靠，你敢知？是不是？我们要赶他出去，我们才能够脱离政治的炼狱，啊，我们才能够减轻我们的负担。2K 怎么结婚？不敢结婚，生活负担，你看油，好，一些日用品都涨价，是不是也痛苦？咱台湾人韧性太强了。啊，拢无要紧啊，过三天就好啊啦，安尼无要紧啦，无要紧，笨死，对不对？好呀，笑眯眯，咱那苦哈哈，你嘛干嘛讲？我要滚呐，什么滚呢？啊，对嘛，是不是安尼？啊，我们要这样的话，才能够减轻我们的负担，提升我们的生活的品质。好啦，民政府执政了，咱大家拢有厝。然后把一些不该要的房子把它平除掉，我们造镇，这个造镇秘书长讲的，但造镇是上过100万人，唔通上过侪，安尼生活领域规划生活环境非常非常的水，咱这台湾是 Formosa， 海景啊水噶，对不对？哎，做起来，咱未来是过个上好上好的，你敢知？所以你既然不努力，你也家家顺顺悲哀。你给努力，你也家家顺顺。哎呀，阿公阿妈赞啊！你也欢喜噶，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啊、林家林太太，能游山玩水，可以环游世界。几个月，老人年轻，我这里敢在3万较济，3万哦，恁两个加起来6万呐。会当安怎半当出一摆，对不对？去荷兰，我 say hello hello。好啊，也好咯，好，我是台湾人，哪里不好？阿密斯讲那么好，对不对？当然好呢，提高生活领域，提升了品质，营造着生活的休闲，这就是咱台湾人本土台湾人永远的愿望啦，对不对？这就是咱的愿望。所以我们回顾来看，你知道台湾这块土地是什么吗？谁的吗？啊，在国际法。在台湾属于日本，哦，我都懂哈，日本一直到1952年10月28号，我们必须要去好好的回顾这一个有法律的根据，咱不是白插黑白讲，咱针对者，咱自己来了解，啊，这无人安尼黑白插讲啊，拢无，拢都是根据哈这个法令，所以第二点呢。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在日本1952年10月28号放弃对什么台湾主权的权利
哦，然后旧金山合约第二条 B 的规定，这边教第二条 B 的规定，日本只收取就是放弃其对台湾澎湖群岛一切交加爱注意、哦、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以主张。不过、哦、这边是重点，不过该条约并没有指定台湾的什么，我不贵好和摸摸人嘛，对不对？这里说明了一切啊，是要我放弃啊，但是我这间厝没交给你，没抵押过户给你，有办过户吗？没有嘛。所以这样的情形之下、啊、这些说明了一切，中国从未在旧金山合约和平条约里面成为一个签署国，没嘛。他无论是代表美国主要的占领全国占领台湾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或者1949年10月1号在北京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均从来没有签署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所以中国与台湾没有什么人人看起来说你说看起来的呢，所以皆さん一緒にね関係ない无关系啦，您听有无？有谈什么？哎，合格法康克奈边阿讲，无关系啦，有关系冇？无关系啦。阿米怎么讲？阿米怎么讲？听别人讲对不对？百万怎么讲？那插兵，里面插的，能插兵，啊对不对？来台湾是不是非常好？无任何的关系嘛，对不对？什么人讲的？这法律不是在讲吗？告诉我们吗？对不对？完全人人看见那一样，那。所以旧金山合约第27条规定，本约所谓之同盟国，为与日本进行战争之国家，以及23条，啊，来啊，这个举。所以他在第23条所列举先前为该国一部分领土的国家，而此国家已经签署并批准条约者，批准条约者、哦、除了21条所规定的事项以外、啊、本条约不受以任何的权利名气以利益以前述所同盟国之国家，如此中国身为 非签署国，而没有受到旧金山合约这个条约24条所规定事项以外任何权利跟、这个利益。所以我们讲换言之，中国对该条约它不是一个签署国，它根本就是没有资格受到第二条 B、台湾之任何的利益跟权利。这些都说明清楚了吗？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根据这样的法律，我们就慢慢的去了解这些啊，有空你可以上网去看，我们的官网里面说得很清楚啊。所以呢，因为我是到3:10，所以时间上的关系，我可能会跳跃一下。我们这些网站哈、啊，你一定要好好去看，我们都有数据，都有年限啊，说明得很清楚。你要走这条路，你要先把这一个新台湾论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到我们的官网去了解整个状况，之后我们就知道今天美国仍然是占领什么台湾啊。这里说明很清楚，1945年10月25号到1952年10月28号交战国占领的时期，当时台湾在法律上虽然属于日本主权，不过从旧金山合约条约国际法以美国宪法里军事管辖的角度来看，1952年的10月28到现在，一句根据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内容，它很明显的说到台湾是属于主要占领全国是谁？美国嘛，主要的占领全国是美国，干不是中国，不是嘛？所以呢，台湾是美国的一块占领地啊。是不是台湾是美国一块占领地？所以1952年法律的文件里面都没有对台湾处境造成任何的改变，直到今天都也是这样，对不对？我想这个东西 有需要抄袭，我们再来那个哈。
现在目前我们讲的说都是军事占领哈。那我们现在回到另外一个，你知道中华民国是一个流亡政府吗？直到今天，年轻人，我想我先看这边的，这边最帅，就是你。你知道今天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吗？以前知不知道？以前不知道，今天开始你知道了吗？知道哦，所以要不要感谢爸爸妈妈？向爸爸妈妈握手一下，爸爸谢谢你，妈妈谢谢你，啊，爸爸呢在那边，爸爸在那边，来，啊，你们三个手抓，你们三个人的手抓一起抓来，来，我们给他掌声鼓励，这是何等的美呀！家里需要因为这件事情大家融合在一起，何等的棒啊！以前年轻人在那边低头煮，哎，老哎，您坐下，还是您到一起。没有借着一件事情彼此的交谈事情，现在开始你要清楚，我们今天不用感情，我们都是根据法律，根据国际法、战争法、旧金山合约，让你更清楚你未来你是台湾真正的主人，你是台湾未来掌权者，你必须要有这样的确认，你必须要这样的看见，确认还不够，必须要看见，而且要行动。今天走出来就是行动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我再告诉你，你明年后年就看到你是在那边当官，你是在那边管理台湾，你是台湾当局的管理者。我们必须要这样的确认，我们若没有这样的看见，我们根本就不到。所以嘛，被插党工安诺这么多的省市中华民国的领土，这里有没有说到？显然没有，列台湾没有写到嘛，对不对？这台地有台湾无？无嘛？安那看无对不对？我安那变来看拢无呢？看无讲两个字台湾呢，对不对？所以说明的很清楚，哦，所以这个地方台湾非中国固有的领土，啊，非不是，根本不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些东西啊。我想这边慢慢的来，你看看包格尔怎么说，这个有人认识他吗？不认识的举手，都认识嘛哈，这以前美国的什么国务卿哈，他怎么说呢？总之中华民国对台湾领土的执行是有效的统治而非主权，因此我们必须坦诚，美国国务卿包格尔他怎么说，台湾不是享有主权独立的国家，对不对？是不是他说的？所以呢，他说的不仅是清楚，那这个又是谁？夏瑞，很美，对不对？夏瑞在国会报告的总结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他也说得非常的清楚。台湾的问题很遗憾，台湾的政党啊，他选举操弄，使台湾人民完全不了解台湾自身处境现实，啊，国民党只是一个独裁的政治，政府，台湾人啊却无法以选举出面对现实的总统，非常的可惜。他现在是台湾这个地位本就属于美国权利与跟义务范畴，台湾关系法长期以来对台湾人民的权利义务，却给当地两个政党互相的操弄，成为党派选举的工具在，啊，这里啊说明得很清楚，啊，这个支持国民党只是借口，这个壳中国上市，却一味的玩弄愚弄了台湾人民其中国领导，民进党知道这个国民党其中庞大的利益，却再度的仿效，令人非常的遗憾。这是希拉蕊说的。啊，希腊人说对了，这件事情对我们台湾呢非常的，所以呢，这边他说一个中国一个领导误判其国民党的误导，误判呢，一个是误判呢，一个是误导，让台湾人民无形中吃尽了苦头而不自知。就刚才我们所讲那个症状是什么症状？啊，何人不叫干嘛讲啊？唔通啦，伊袂歹啦，当同学唔得激动吼，无见小人去叫。啊，一百万了，我们常常是做这件事情，啊，所以让美国人民也相当不谅解台湾对于台湾地位无知，为何两个党总是喜欢扮演麻烦制造者来挑衅？谢谢。
来调戏这些问题啊。所以或者呢传递一些错误的信息给中国，以为台湾好比一个统一 德国一样啊，德国统一一样啊。当年德国统一美国与这个俄罗斯这个协议下，结果因为谁都不愿意负担两国之间的超级负债及历史责任及中国超级的负债与台湾重叠的思想，两个穷人成了每天怎么样做什么白日梦。我们今天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将不堪的设想在经济上，一个以为自给自足自主就可以富足中国，一个呢以为靠着中国施舍就可以满足台湾的经济，骗笑，是不是呢？所以呢这个两个在搞鬼的政治，美国其盟国都看不下去了。看台湾呢、啊、我想要救你，你说我也是中国，有时说我是台湾人，我也是中国，所以美国要怎么帮忙？没法他帮忙嘛、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思想，我们觉得哈、这是刚才所讲的。所以今天台湾的命运的锁链，我们必须理清楚。第一个 这几个你们要弄清楚就好了哈，这几个哈。第一个，1895年5月8号下关条约，我们刚才听到看到了哈。然后第二就是1937年4月1号以、这个依法在台实施皇民化，所以你们在座的都是天皇黑卡诺修命的臣民，知道吗？我们是天皇的臣民，我们比现在新日本国还要大啊、这个是从这一个开始。所以1945年实施天皇在台湾、实行了宪法、那个1941年12月7号、日帝国向美国发动战争之后，在1945年的4月1号开始，天皇在台湾实行宪法、实行宪法。在1945年的8月15号天皇宣布无条件的投降，那到了1945年9月2号麦克阿瑟一号令才把那个流亡政府、移到了这里。这个美国还是常常搞一些迷糊战、让我们 受那个。所以我们控告美国政府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根本把不用了60-70年的外来政策来管我们台湾人，所以 BI 受到政治的利益，我们台湾人起来就开始控告，才有今天的台湾民政府，对不对？才有今天的台湾民政府。所以呢，在1952年的4月28号旧金山合约和平条约、诞生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看看台湾人别出头天眼了。麦克阿瑟委托了这一个、这个企业不得将台湾变成共产国家，然后到了本土台湾人权控告美国，是在哪里？2006年10月27号我们开始控告，从那时候开始控告了以后才有今天呢。然后台湾这个民政府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2008年2月2号、2月2号，然后呢这里 BI 的开戏、灭亡的开始， ECFA 和、和解统一，那中华这个流亡政府开始就灭亡。为什么呢、马区长啊，因为他为实现他父亲的集统统一啊，然后让这个中国、让这个台湾急速的把里面的东西掏空啊、向着中国。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开始签署 ECFA？ 2010年6月29号。所以台湾当局灭亡违约，美方取得以例行主战权啊，例行主战权。所以在2010年7月4号，我们怎么样设立了美国代表处啊，然后升格为台湾政府。我们今天是在台湾民政府的架构下提升为台湾政府，要与国际接轨，这是正常的程序，不是马上的变、台湾政府，这个是有程序的、我们必须要理清楚，好不好？那是在、2013年1月2号，2013年1月2号。所以啊妙哉妙哉、我们就是觉得这个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今天台湾国际法理的地位的现况是什么？我们大家一起念来，大声一点，这个就是证据。
我们今天的现况就日属美战、啊啊、我们这今天的状况就日属美战，从 ECFA 签了以后呢，美王来到了、啊、美王来到了。你知道这个年轻人现在当兵的这什么牌？乔连白、啊、帅哥们，乔连白有没 有没有在？不在了嘛，对，非对不对？有没有经过战争？没有啊，他自动的怎么样？ ECFA 签的就不见了嘛，对不对？所以掐链黑博掐链了啦，啊，实弹射击，射击了恐怖分子，他已经成为了恐怖分子。所以呢，战力现在中国呢，啊，已经发展了隐形的这一个战机或战舰，啊，拥有什么？有没有知道中国已经开始有航空母舰？有没有？有哈，对不对？他评还，但是还是在评估了哈、哦。你看看这是什么？中国的什么？是中国的什么？航母嘛，冒什么？冒黑烟。随便找一找就可以找到啊、哦，冒黑烟的这一带了、哦、但是那地方啊，今天这个冒黑烟呢，它没有那个拦截那个钩绳哈、哦，干的那个绳，所以起降容不容易起降？以前当过兵的人知道哦，当空军的人知道，飞机起降要靠什么？滑行那个是要什么？有一个钩钩，啊、哦，那个我还手一降也不，哦，吊挂的，在这个危急端家门哈、哦，哦，你看哈、哦，这边有没有？你看到这里有没有？降下来的时候不是下来了吗？啊，勾住啊，勾住有没有？勾住才能够下来嘛。你他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他一直弄啊。弄不起来啊，飞机啊，啊一直没有办法起降啊。为了呈现呢、啊，拍的那一个荧幕啊，他不知道死了多少，毁了多少飞机啊，硬安尼停，你看不在？停掉、哦，刚好有一架成功了，拍照，哎，我嘛也停，我飞机也可以停哎，啊，这个北差，对不对？你看看美国这边的战，是不是弄得非常好？不一样，战机很多啊，啊，所以他们自己人讲说，差通等于。海上的旅馆，应该你讲的呀、啊，啊、戴旭空军中上校，跟你讲的海上旅馆呢，对不对？一个航空母舰哪没有飞机的？你看看美国的，是不是不一样？免惊吓啦，我们不要怕海上的对决，怕什么？咱惊吓什么？咱是想讲啊，想要讲迄个，哎，唔通唔通，隔壁会安怎？哈、哦，拢安尼吓惊过头啊！你敢知？听到讲哦，中国会安怎？中国会准不？你照这个比例，你就知道他不可能。美国一直在我们跟踪，一直保护我们台湾。那1958年8月25号，美国航空母舰到澎湖。1960年的李登辉时代的时候，美国派遣了两艘的航空母舰。2009年莫拉克也行啊、直升机怎么样？马英九说不要，对不对？美国直升机自起来啊，谁管谁？这是我占领的耶。还要听你吗？所以他还到小林村里面主动的，是不是？所以经过加拿大的跨马工，美国常常没有离开我们、啊、所以马英九看见这种本来是暗示要中国来支持，结果这个这领空主权还是美国，对不对？我们看到了这么多，所以依照战争法人口这个控管制遗迹被占领的人民得有其占领者合法身份证跟旅行证，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美国国旗，美国军事占领旗，然后譬如说它是合法美国琉球的护照，类似这个以后我们的旅行证是这个、哦、以后呢让你子孙怎么不要去哪里，现在开始没有了嘛，对不对？而我们的家孙以后不要去哪里战争嘛？我们需要跟他们战争吗？不用嘛？为什么？美国呢？军事政府进来处理咱的台，咱享受就好啊嘛。这里哪里不好？非常的棒。起码咱家怎样？台湾政府已经有台湾政府，但是我要再强调，我是在台湾民政府的架构下。好，弄清楚，我们有身份证，只要大家快点领身份证。政权就会早日会转给你们、啊、早日就会转给你们，所以呢我们快点要喝阻他掏空，他是不是越来越快，所以为了喝阻他，
我们更一点快快申请达到美国的要求。几版你敢知？现在一版，对不对？所以爱扣打给哈，我们大家都彼此勉励。台湾的历史的转捩点，根据我们的博士林志深，他依据战争法、万国公法、旧金山合约、美国宪法来推演，是靠这个来推演的。所以呢，在这个出版美国关系的这一关键报告里面，厘清台湾的处境，日属美战这一本书，还有那个新台湾论，你都要购买。买一本台湾论，他会送你这一本。我们高雄州的话，欢迎你到那边的一百块，你要坑瑞啊，一堆人看啊，哦，这个东西哈。所以我们看到，正因为我们控诉美国政府，以至于成立了台湾民政府，这是有根据的哈，有凭有据的，不是欧北来，不是那个那个哈。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状况，我们更应该明白啊，本土台湾人仍然生活在政治的涟漪中，这个是铁证。我们必须弄得清楚，我们要脱离这个，转到生活领域更好。我们需要靠着我们需要靠着什么呢？靠着快点申请身份证，快参加这样的训练，来接管这个这个政府。我们不要像美国基于人道，为了拿什么台语变来念，像还台湾人六十几年、六十八年，对不对？悲哀呀，爱国切啊，好冇？好不好？所以呢，升格为这个升格为台湾政府。那今天哈，我们这里奥巴马总统，他是遵循法律判决，再给台湾一个公道，一个公道。所以呢，这边证实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在美国申请的一个证明。台湾历史在写在写新人权法理。显然，这个真理，我们所提到的问题，这是2013年哈，在这边生效，这是台湾政府的诞生，这也就是我们申请的注册，经过哥伦比亚政府特区核查规定相符的设立的证据的，这个就是台湾政府的基金会，台湾政府基金会，这些在制的，我们的申请的地方是在这里，华盛顿。DC 所以呢，但是呢，到末了有人跟班呢，也要去申请什么，多了一个台湾区级，他们的区改为这个，也是台湾政府，他们也要去申请啊，是不是？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你也可以申请啊，他也可以申请啊，正在申请啊，就像台湾民政府，他是登陆台湾政府啊。我们现在外面听到台湾政府，他是申请一天就下来，他向谁申请你知道吗？向美国的商业师申请，一天就解决。我们申请是要两个半夜，不赶快，我们是政府哈，所以我们今天好来到这里哈，我们更应该要清楚哈，净土在这里。你看看我们每一年到日本这些像天皇的宣誓，看见台湾魂日本精神在这里，这个就是台湾法理最终的目的。但是重点在这里，我们必须拥有身份证，我们若是没有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但是这身份证是由美国 USMG 核发的，是合法的，合法，因为它这 number 有没有身份证后面写 USMG DCG， 这就是我们合法的那个。我们只有这一条路，我们才能够我们不能在这里含泪痴痴的等待不要等待什么等待奇迹，那个完全 no， 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必须要解决目前台湾的生活困境，需要怎么样？唯有办台湾人的身份证，一切就怎么样 OK 了，对不对？这是最快的，欢迎我们加入这个法理的列车。只有一个方式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发展你的人脉，使美国的要求这个4000名及41万人的身份证 ID， 我们只有什么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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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对不对？我们就去，好不好？我们喊 go go， 预备起来 ，go go， 不够声啦，较大声好不好？咱站起来，咱站起来，来，预备，大声讲，来 ，go go go， 好，掌声鼓励。因为时间的关系，谢谢，坐下哈。
今天呢，只有回到你的朋友、职场朋友、亲戚朋友，快快申请，这就是我们的美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此打住，谢谢。请起立。